一个道亲呢、啊，如果已经亲口如数，甚至已经建立了佛堂，就等于该做的都做了。这时候如果生了重大的疾病啊，那么上天呢、啊，一定会发动整个有形的、无形的医疗团队啊，来治疗他，甚至连他去求治的医生啊，都是属于上天冥冥中安排的范围。啊，还有很多来帮助他的因缘，所以这是要存着感恩的心呢、啊，去面对所有的有形的、无形的医疗。那尤其呢，内心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信念呢、啊，就是相信今天我有重大的病痛，或者说我有重大的灾难，一定是我无法了解的天命的安排，啊，上天要帮我彻底的清除一些我看不到的业障，或者是我内心深处的执着啦、习性啦、习气啦、冥顽啦，要为我做最好的一个提升和净化，啊，一定是这样子，要有很强烈的这个信念。最重要就是我相信上天一定在做很完善的一个安排，那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净化和提升我的生命。一般人就是说，在受苦的时候，不管是疾病的苦，或者说是生活上的折磨啊，都会怀疑说是不是我已经被上天放弃了，让我在这里受苦。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，我们看不到全部。就好像你去做足底按摩，那个按摩师呢，让你受很大的痛苦，可是你知道，你很知道说，这个痛苦是值得的，痛苦的代价是值得的，就是疾病的痊愈，所以你可以忍受，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坏事。那同样情形，就像你相信足底按摩的这个治疗师是要来治愈你的疾病一样，他让你受这些痛苦啊，不痛是没有效的，痛才有效，痛才表示说他已经刺激到真正有病的穴道的区块，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相信上天说，我们目前所受的痛苦啊，都是在消除业障，都是在净化心灵，都是在激发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良知良能啊，你就会安然接受了，终究我们不专业，就像医生他很专业，他知道，像我们也不了解说，哎，为什么按那个地方，按脚部的某一个地方痛得要命，可以治肝，对，但是我们相信医生，所以我们就一点都不会埋怨医生带给我们那么大的痛苦，所以你可以相信医生，虽然你不了解医疗，为什么不相信上天呢？这个是我们道亲呢、啊，在不管是重大疾病或者重大灾难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的一个永不放弃的信念，就是我已经做到上天要求我做到的了，上天一定会把我安顿好。那如果我还没做到，我就做到啊，我还没有亲口如数，我就亲口如数。比方说像这个道亲徐玉玲，他儿子在墨西哥重大车祸，半边身子都撞烂了，整个车子全毁，然后半边车厢全毁以后，他整个身体被弹出车外，然后躺在路边，也不知道躺了多久，然后从头部、胸部、腹部全部都重大伤害，头也受伤了，肋骨也把肺给刺穿了，大量的胸腔积血，细菌感染，医生认为存活率是零，不是10%、20%是零。然后徐玉玲立刻到佛堂发愿，从现在开始吃素，儿子好了立刻回来请口，然后又赶赴墨西哥，儿子就奇迹的痊愈了，因为他相信了，他相信，他知道医疗没效了，这个公司会花钱紧急为他申请出国到墨西哥申请办签证啊等等的。全部由这个公司发钱，就表示他儿子也确实也是儿子已经发出病危通知，才会通知家属立刻赶到墨西哥去送最后一程。结果他再把他接回来，昨天15还回到佛堂谢恩，所以他就是个例子。发生重大灾难了，他想我还有什么没做到的？我可以做到什么？我可以做到亲口如数，他就做了，然后就交给上天安排了。我们就是这种心态。上天要伸手把一个人的灾难除去，就像徐玉玲的儿子，还不是他自己，他的儿子说拿就拿走了，医生说是存活几率是零，零也变成100，或者把你的一些其他的灾难拿去，
都是轻而易举，没有拿去一定有他的原因，啊，一定有他苦心的安排在的，绝对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就是我们在接受苦难也好，接受病苦病痛也好，不能有任何的怨尤，啊，大部分苦难和病痛，一定是消除业障，一定是你曾经带给别人、带给众生痛苦啊。今天才会受这个苦难，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怨尤，啊，不能埋怨。就像那个我们道亲策定人波切在回到不丹闭关的时候，那他们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，就是要有4个月的时间关在房间里边，不能洗澡，不能刮胡子，不能剃头发，然后呢，房间里边长满了跳蚤，各种的虫子。严重到吃饭的时候不小心，从跳蚤就会从胡子跳到嘴里去，还要吐出来。走路的时候还要先扫扫地，免得踩到满地的虫子。那是应该是很苦恼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数世以来曾经苦恼众生啊，所以重业轻受，所以在那4个月时间受尽这些苦恼，然后他们要甘心承受，毫无怨尤。等到要出关的前一天呢，这些虫子就突然间一只都不剩，而且是每一个关房都一样。他们有一小间一小间的关房，可能有几十个闭关者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这就是表示说，当你业障受完了，当你业障消除了，所有一切的灾难就结束了。但是必须心无怨尤，当你一起怨尤的话，就叫业障结业，永无了期。没有怨尤的话，不管长短，一定有结束的，如果心中怨天尤人的话，那就没有结束的，因为你怨恨就造成新的罪业。对对，我们不能希望仙佛照我们的意思。当我们在生病或者我们在事业、家庭、婚姻各方面有种种困顿的时候，或者甚至小孩子出问题了，我们不能说希望仙佛啊。我希望怎么样？你就照我的愿望去实现吧。仙佛不是我们的奴仆啊，仙佛是我们的父母，他会满我们的愿望，但是一定是在有非常有睿智的情况之下，他觉得你的愿望是合理的，他就让你实现。如果他是觉得你的愿望呢，不到让你实现的时候，他不会让你实现。小孩子想要出国旅游，父母亲愿意啊，但是你要先完成一些功课啊。他可以，要不然你会耽误了更重要的事情啊。病好，灾难一掉，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，上天觉得还有更重要的，就是你心性的、身心的一个提升，还有你净化，心性的提升和净化，还有业障的消除，这是更重要的，这些还没有处理好以前，那不会把灾厄取掉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希望说，就照我的愿望就好了。上天不是我们的奴仆，他是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不能希望说，他是奴仆，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帮我做好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啰嗦，就照我的愿望就好了。那不是把上天当奴才在使唤吗？这是错误的。要把上天当做父母，相信父母的安排一定是比我有头脑的，比我有智慧的，只是我自己智慧不够，不够了解而已。我总是一昧的要求，希望父母能够满足我的愿望。然后也绝对要相信上天一定在为你做全面的治疗，身心灵的治疗，它不是光治身体而已，身心灵的治疗，业障的消除，这要100%的相信才行。